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那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来玩这一款《天翼破晓》。那今天是10月27日，游戏是中午12点正式开火。那游戏的档案比较大，大概快两 G 吧。那我昨天就先下载好了。啊，这边有一个开场动画，画质的话还算不错吧。哦，毕竟档案那么大，然后又有更新档几百 MB 吧。应该是奇幻 MMO 啊 ，MMORPG 的大概率就比较免洗一点。好，来吧。我也不知道现在伺服器有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我看一下脸书好像没有什么异常。那登录方式有这些哈。Facebook Live 试玩账号登录，这个应该是要会员吧？看一下，哦，要用信箱、手机来注册吧。好，那我用游戏试玩。好了，那哎，看一下设置。哦，那不错，一开始就有那个画面画质可以让你直接来调整。那音乐音效也可以调，不用啊，我自己调就好了。那有没有公告？这边没有公告。伺服器的话，开到1到4。哦，12点开服，我现在是1点，下午的1点，直接开伺服哦。确实画质又比较好啊，这跟一般的那个免洗的模组有差。这个画面有点韩国的那个风格，韩国的那个 MMO 的画质啊，人物啊，给我感觉大概是这样。哦，有狂战士、魔法师。哦，讲韩国话、啊，真的是韩国游戏耶，守护者。因为韩国 MMO 跟那个大陆的 MMO 一看就看得出来，从那个人物的模组啊，然后那个 UI 的界面啊都有差。我玩影武者好不好？还是魔法师啊？魔法师好了。好，那这边有预览，技能预览。那开始创建。有捏脸吗？哇，好美哦！韩国整形整太凶了。就基本的脸型吗？还有造型。那可以调整一下你的眼睛大小、上眼皮的高度、眼睛角度。哇，变成很妖媚有没有？好丑。然后妆容，化妆吧，哈。皮肤，这是什么 AR？ 我现在没有 AR。这个衣服只是试穿而已啦。试穿时装效果吧，然后可以存档。这是放大吧？拉远镜，我刚刚自己要拉远镜没有？可以稍微旋转一下。这个应该是重置吧，我就不按了。然后这是下载你的设定档，是不是？然后这可能是上传吗？哦，对，没错，要上传。然后这个是下载吗？好，这边是头饰，是不是？也是试戴效果啦，
我就用预设吧。这个有点那个，这个衣服有点像那个什么，福音战士里面的衣服比较紧身，哦，他们战斗服都长这样。哦，这个比较详细的这种捏脸有没有？发型啊、发色啊都可以调整。脸型也可以慢慢调，看想用哪一种。白色的，好啦，白色的。哈姆的是，来吧。啊，不可用了，为什么？重复了吗？还是我多一个空格？哦，多一个空格。天意破晓，韩国游戏啊，看起来是韩国游戏。好，你终于来了。好，我终于来了。俊刚，你可真好。画质优先。现在就开始你传奇的旅程吧。360度可以自由的旋转。然后因为画质可能比较好吧，我觉得没有说到非常的顺，至少这样旋转还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然后拉远镜，然后可以自己移动，但我们不会自己移动啊，我们都 MMO 都是自动，呵呵，自动点击。终于见到你了，承载命运的天启者。他讲中文诶，我还以为讲韩语。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，我看人很准。好，拿起我们的法杖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小心一点点。韩国 MMO 的话，会有一个这个。都会有这个 menu 啦，一个这个菜单，点开之后会有很多功能慢慢跑出来，那设置也都会放在这里。那这边是战斗设置，画质优先，通屏10人，战斗设置，系统设置，有没有语言啊？没有语言欸。语言的货没看到，因为我想说可不可以听个韩语啊？如果是韩国游戏的货，但是我这边没看到。那脸书上有那个兑换码，兑换码在哪边输入？我也不知道哦，你们再慢慢找一下。我会把那个 FB 的连结放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位啦，还有那个 Google Play 商店 Google 的那个账号位置。下载位置 iOS 都会放上去。厨子吗？可能放在这是不是？这边都厨子，不知道序号放在哪边，我找一下。有时候进来想要输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找不到。福利，找一下。好，这边，这里。好，我们立刻输入。这个脸书上面有礼包码。好，兑换，兑换成功。啊，在哪里？也没有告诉我在哪里，信箱吧。背包吗？
好啦，反正兑换成功了啦，可能在信箱吧。信箱的话，我还得再找一下，因为每个游戏放位置不一样。哦，这里有一个信箱。好，邮件，这个是这个吗？事前召唤好友礼包。哦，我也不知道，好像都还没有。建立去，然后有100个紫钻兑换券，200，好200。先这样吧。欸，这个光影怪怪的，你看地板怎么一下都是绿色的那个草皮，然后一下又不见了，贴没贴好吗？贴图，你看有没有？这样就没有那个，然后这样怎么突然又变成绿地呀？怪怪的，这是小 bug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能。没时间闲聊了，跳过。鱿鱼，只是听不习惯中文啊。你就想象它是一款比较高画质的 MMORPG 免洗手游。魂法上就是都自动了，然后有可能有时候技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这个好像看起来没有，目前看起来没有，有几个按钮，我不知道他技能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，什么连续技啊什么的 ，combo 啊之类的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哦，人还蛮多的，我的画质，我的画面可以大一点。跳过。黑暗也不存。镜头的部分这边可以调整三种。继续任务。韩国 MMO 都有三种镜头可以调整，这边有默认、锁定，还有超远。默认比较紧啊，默认就是我刚调的吧。火种镜子，哦，那这边是打这个怪哦，大家都在地图上打。点击这里，好，打赢了。继续任务。天火，这个拿剑是怎样？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哇，镜头自己慢慢的调，你走路的时候帮你调到正前方这样子。坚定的意志是力量的源泉。哦，几点了？还算快。这样盯着女士看，可是失礼的行为。我大概跑个解锁了新的位移控制技能。再来看一下。带我们来看一下厨子啊、福利啊这些东西。没时间闲聊了，现在的局势很紧张。语音的话好像也快没有了齁，就前面讲一两句话而已。好，穿装备，装备一下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好像跟那个天火有关系。可交付。哇，这边有一个好大的怪，千法之龙。我们还在新手村啊，哦，要离开了是不是？新手村在这个好像天宫的地方，天宫、皇宫，我也不知道。好，送我们坐骑，天马坐骑。好，坐骑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可以飞就对了。好，真的也可以飞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哦，游戏是可以飞行的哦，有飞行系统。抵达最大高度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打败这个暴躁的巨角鹿。
它这边有飞行系统哎，哇，还不错。好吵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，大家都是新手打怪。哎、欸，这个怪被冰起来了，哦，这个冰系法是不是把它冰起来？好，马上可以把它冰起来，这个是有冰冻的效果。好，可以交付，可以交付。我觉得韩国的越来越迷洗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玩法上也越来越明显，就只是说画质再稍微好一点这样。BOSS 登场，跳过跳过。好了，我大概差不多了，大概差不多。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看一下，厨子啊、厨艺啊什么的。回主城，还没开我们的主城。地图的话在这边，别傻站着。我们的地图在这边，世界地图。你好啊。我们看一下世界地图。我在哪里啊？哎呀，来不及啊，跳回来了。当前在瓦尔刚多。你好。总感觉和你很眼熟，没有办法，先把这个任务给做好吧。太忙了，太忙了，一直打怪。准备好，情况紧急。我会是你尚在沉睡的。这个翅膀超大的、欸，这是我们天启力量的源泉。源泉，然后送我翅膀是不是？哦，坐骑翅膀都来了，坐骑可以飞，翅膀当然也可以飞。啊，翅膀怎么坏了？在后面。意志的继承者吗？有点意思。啊，跳过，跳过，跳过。你好，总感觉和你很眼熟，我们见过面吗？好、啊，火种哦。每章节任务完成后，点击启动火种。恭喜成功激活，现在是火种升级，加我们战力的呀、啊，哦，战斗力都上升了。点击这里，继续任务。告一段落了，告一段落了。这边要进入副本，经验副本练到28，我就不去了。那我们就在附近挂着吧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东西。玩了不到20分钟，已经快30等了，很快。好、哦，这边厨子是有月卡、尊享卡，然后厨子拿这个钻石，都是用美金。那有 VIP， 目前的话有 VIP 6。到6，看起来是这样啊。我想要说我是4的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是0吧？我应该是0，在这边。0的话可以购买这个，不用钻石购买。然后点亮贵族是怎样？好，升级提速 ，VIP 4。宝藏，还有符文系统，厨子哦，这边刚看过一样的东西，哦，那这边是我们的 menu 清单，会越来越多，会慢慢开。这个火种是刚开的，然后还可以转职哦。那我是玩法师嘛，那之后有魔导师、圣魔导师、半神。哇，这么多、哦！但是是单一路线的升级啦，升级啦。好，那手厨的话，传说魔法书。好，有分3天，
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。那这个是火种技能。OK。兄弟，大概先介绍到这边吧。好。哎，不要过，不要过去，不要过去。这里继续任务。嗯，没有拍照系统哦。有的那个大陆会有拍照系统，大陆的 MMO 免洗。那这边的话是我的升级，我的一些状态，然后还有时装，时装是有分套件的哦。哦，启用外形时装。没有看到什么，就是那是一个神圣婚礼法杖未启动。那差不多先玩到这边吧，好不好 ？MMO 嘛，那有兴趣的人就来下载游玩。从船上就自动坐起翅膀，那就先这样吧。好了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